哟，这里去了真早啊。嗯，只要咱这里去了都早，就不用盯哪里，外头都是在街坊了，叮咣叮咣了，五点多就行。有人在要卫生巾上啊？我肯定了，凉快的，不用开空调。你还学会冷战了呢？以后这卫生巾冷了啊？就知不得。不知吧，不知吧，不要影响我工作。三过家门而不入，于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。妈妈，记着了。记着了，我上画就好了啊。嗯。喝水了没？下去喝点水了。好了。好了就中。人才没有嗲成一回事，超才过他才。人没有说了也得省了份儿的活了，是不是？强说会儿冲厉害。有冲啊！最后一个开饭。这小老弟不能大嘴上，大嘴上鸡蛋都少吃了。鸡蛋都送了，有人要我不吃，主要没有了鸡蛋，我去买了。给你啊，这人一小人之心都用得着。香不香？香，好吃。都用酱汁儿的吃，不然我上手不能。中。那就给侬弄快。给妈妈。不用给妈妈，我一下就到饭了。弄装点汁儿。老嗯，这边我不吃，我回头吃了肯定。你把我有好的。洋人呢？你也成猪笨了吧？吃的洋人。洋人。给把我摆。豆乳豆，你吃。我吃好。老人也是不着，吃人也嘴多。你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意识到了，吃了饭能意识不到？那说不定还有饭吃。那早餐就是有鸡蛋，有馅儿，一碗汤的解气。到十几块钱了。我说也别说了，直接给我二十块的，今儿晚上我包了。你出老嘴啥都说完了哈。你以为嘞？这次你都别说话，家说话吧。我回儿。嗯，你别叫俺来，俺回来。一会儿还跟妈妈说吧。嗯，我喊还叫妈妈说吧，你说了吗？阿笨。你去学就是不？我喊说话的次数已经超过你了。一会儿我去买菜坏事，我坏了，你一次好像没有说话，你进碰见进厨房你就说话。真是娘妈妈觉得真是挺觉得觉得我喊中间就站高了。你会不会？不会。你不会，你不会你站别人你影响这个，叫妈妈给搁到火烧烧来。你光出来刷着锅，喊妈妈给我刷着了。我还就是认真了，你到底留给妈妈吧，晓得你光说，等着。